Hello, energetic viewers, and welcome to Healthy Living. Good eye health i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overall bodily well-being. Thus, mothers around the world often have their children eat carrots and other sources of beta-carotene or vitamin A to improve their vision. Many studies support such practices. For example, a 2010 report in the Journal of Food Science states that consuming the oxygenated carotenoids lutein and zeaxanthin, which are found in green leafy vegetables and coloured fruits and vegetables, promote eye health. Moreover, according to a study conducted at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in the UK, vegetarians and vegans are 30 to 40% less likely to develop cataracts than are frequent meat eaters. Today we'll visit with Dr. Liou Teng-Chieh, Director of Ophthalmology at Puli Veterans Hospital in Formosa or Taiwan, who has practiced ophthalmology for several decades, specializing in phacoemulsification, retina and glaucoma laser surgery, and eye plastic surgery. From his clinical experience, Dr. Liou has discovered that adopting a vegan diet helps patients improve their overall health and prevent eye disease. 这个图片就是我们医院的一个房小姐，大概不到30岁，然后她平常的时候早餐都会喝牛奶，几乎不了，大部分都喝牛奶，还是奶茶，然后再配上像蛋饼啊、三明治这种，还有很多动物性蛋白质，加上精致碳水化合物，加上奶制品这样子的早餐，加上她本身的饮食习惯另外又比较喜欢吃肉，所以她当初来我门诊的时候就。 就是以视力模糊的症状来找我，后来我进一步询问他，其实他不止视力模糊，他还包括了很多相关的过敏症状，包括眼睛会痒啊，鼻子也有慢性的鼻炎，还有睡眠其实也有影响到了，他另外还有很多肠胃道的一些不适，包括腹胀啊，大便开始出现一些问题了。后来我详细一问呢，发觉他的饮食就是吃了很多的动物性蛋白质，尤其是牛奶，他每天几乎都会。 都会喝到牛奶，或是奶制品这样子的饮食。然后我当初检查的时候，就发觉他眼睛里面整个眼睛里面的静脉，就是跟一般人的静脉不一样，他整个静脉就已经有扭曲了，就已经有扭曲。这个一般年轻人不会看到这样子的情况。应该是大概从去年底到今年初的时候，发现视力就是会模糊，会一层东西这样。 然后好像看东西看久了，会变成有两个叠影叠在一起。医生发现说，是视网膜眼底的静脉有扭曲。那医生就是建议我说，先到台中荣的转诊做，就是更精确一点的检查。他也说不出明确的病因，那只是说再观察看看。然后后来又回来，我再跟主任在讨论到这个问题的时候，然后主任就说。 就询问我的饮食习惯啊，早餐、午餐什么的习惯，然后主任说要不要就试着戒掉，就是牛奶这方面。然后后来我想，应该不可能啊，怎么只是喝个牛奶也会影响到视力这方面？一开始也不以为意，就是只是可能就减少它的次数。后来视力方面还是一直就是还蛮困扰的。结果有一天就想说，好啦，就从今天开始就开始就都喝豆浆，改善看看。 那豆浆喝了大概一个月的时间吧，那个效果是很明显的有改善，就是上班看电脑什么的，视力还是就是不会像之前那样散开或雾掉，就还蛮正常的。然后就觉得好像有改善，然后渐渐的就连饮食就是之前比较偏重于肉类啦，然后蔬果的那个摄取可能比较少，然后后来就渐渐的也把肉类减少，蔬果的量增加之后。 就觉得那个效果还比之前还要更明显，但他说现在这目前的方面来说，眼睛的这个就是之前的问题应该是说应该要解决掉八九成有了啦。我就建议他要试着改掉这样子的饮食习惯，把牛奶啊、蛋啊，包括肉食这样饮食习惯尽量减少。他后来整个临床上的症状，包括眼睛模糊的症状啊，包括睡眠的症状。 包括他自己觉得说，他整个身体新陈代谢的情况，都有
经由这样饮食的调整，把这些动物性的蛋白质整个大幅度的减少之后，情况就真的获得很明显的改善。Not only does a meat diet cause an increase in eye disease, but milk products are also among the major causes of cataracts. Milk sugar, or lactose, is broken down in the body into another sugar, galactose, which is capable of damaging the lenses of the eyes, leading to cataracts. Many respected physicians and nutrition researchers, like Dr. T. Colin Campbell, advise patients to abandon milk product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ir condition. 牛奶这个食物啊，其实在我眼科的临床经验里面，其实很多摄食牛奶相关制品比较多的小孩或大人，其实造成很多临床上的问题，包括像过敏性结膜炎，过敏性的眼睑的皮肤炎，就是我们眼皮的慢性发炎，还有不是眼科的问题，像鼻喉科的鼻炎啊、鼻窦炎啊，皮肤科的皮肤一些异位皮肤炎啊，甚至有一些像气喘等等的这种状况，其实在我们门诊里面，我们看到很多，这些采用这种饮食习惯的人，后来也是借由他们饮食的改变，就是把这些动物性乳制品的东西降到最低清一下，他的情况真的是获得很明显的改善。这个是在门诊，是我们有看到一些我们的患者因为饮食改变获得身体很多的利益。接下来这个案例是一个29岁的女性，是我在医院的同事，她也是对，早餐几乎都喝奶还是优酪乳之类的东西，配上西点面包，然后胖胖的啊。她来找我就是因为眼睛痒，你看她的，这是她的结膜，眼睛的结膜上面可以一颗颗的这个病灶，这代表就是她已经有过敏性的结膜炎了。她另外除了眼睛痒有结膜炎之外，她还有鼻炎呢，事实上他也有一些肠胃道的症状出来，胀气啊，容易腹泻啦，大便不成形。那我们喝牛奶，东方人喝牛奶，其实有很多人其实是没办法，因为我们肠胃道里面的乳糖酶已经大幅度的减少，肠胃道没有消化乳糖的乳糖酶了，量很少，所以我们很多东方人事实上喝牛奶都有这个问题。啊，乳糖没办法消化，就会形成肠胃道的一些胀气啊、腹泻，然后牛奶里面的蛋白质会引发我们身体的一些过敏的症状，引起像眼睛痒啊、鼻炎之类的情况。If milk causes eye diseases in adults, what health conditions does it cause in kids? Why?我们在门诊会碰到很多家长会给孩子喝奶，因为他们觉得孩子在小时候要给他们喝奶才有足够的营养，比方说补充钙质啦，然后可以让他可以比方说可以长比较快等等，可能基于这些营养学上的理由。但其实这些孩子比较摄取比较多牛奶这些动物性蛋白质的孩子，我们发觉其实在临床上会碰到很多问题，比方说这个孩子是一个大概14岁的孩子，他就是早餐几乎都是喝奶，这是我门诊的时候他妈妈手上还带2罐牛奶。那这个孩子长时间就要喝牛奶出现很多问题，你像比方说他皮肤产生一些我们讲类似于像异位性皮肤炎这样子的情况，另外他还有鼻炎啊、鼻窦炎啊、常常鼻塞啦，还有眼睛，他眼睛会痒，有结膜炎的情况。另外这个孩子因为喝牛奶产生就是比较肥胖的情况，那我后来有跟他家长有沟通，我说孩子有这种情况，那应该试着把他的这些东西要停掉，因为这类型的食物会造成很多像皮肤啦、鼻子和眼睛很多相关的症状出现。Cataracts, glaucoma, retinopathy, blindness, and other serious conditions are often associated with diabetes. The vegan diet emphasizes foods low in fat, high in carbohydrates and fiber,
and rich in vitamins, and can thus reduce blood glucose levels and the risk of acquiring various eye diseases. 我本身有糖尿病的遗传，所以对饮食来讲，以前我不知道怎么节制、怎么控制饮食，所以口无遮拦的，什么东西都吃，什么东西都没有禁忌。有一天晚上在睡觉的时候醒来时，感觉到眼睛一片的漆黑。有一位大概55岁的一个男性哈，他当时是因为糖尿病引发了我们眼睛的所谓的视网膜病变，造成我们眼睛里面呢就是很多很多的出血，很多很多的出血状况啊。当时我在医院有帮他做了很积极的处理，做了很多的雷射啊，这是我们眼科的标准的治疗。但是这个病人在当时做很多雷射，情况还是没有得到很好的缓解。那后来甚至于我必须把他转到更大的医院去做手术的治疗，但是手术过后，这个病人情况一直没有改善的，比较彻底的改善没有。刘主任跟我说，我的病因所在是在饮食出了问题。他苦口婆心的叫我说，要节制饮食，要改吃素食的，肉类的东西要少吃，对身体才会有整个改善。那后来这个患者他就是透过饮食的改变，就整个把他的饮食改成接近于素食，而且他的素食是健康的素食，就是说尽量少吃精致加工的，比方说吃米饭的话，他几乎都吃糙米还是五谷饭这样子，然后吃菜嘛，他吃烫青菜，对，他是吃这种很健康的，他说他只吃食物不吃食品。好，那这样子的饮食在眼科上面他看到就是很惊人的改变。后来他本来情况一直就是这样， 眼睛里面因为血管的破坏产生很多异常的血管，然后眼睛里面的视网膜就是有很多像这样，大家看到这样一个很多的血在他的视网膜上面。那后来他经过手术清除过后，后来有反复在出血。原本我的眼睛手术以后还有微量的出血，还有一些小小黑点在眼睛里面，整天都跟着跑，但是出了吃了那个素食以后，3个月以后，那些小黑点渐渐的就消失了，没有了，啊，眼睛也看得变得比较清楚。经过他改变饮食过后，之后我最近这3-4年追踪他的情况啊，他整个视网膜就整个就平息下来，本来那些反复出血的情况，后来就没有再发生了。整个视网膜血管啊，你看，整个看起来都清爽很多。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上面都是过去做了雷射留下的痕迹，然后整个视网膜大家可以看到整个变成啊，本来的出血都不见了，有没有？然后整个变成很清爽这个样子。回医院检查的时候，那个当时的刘主任就跟我讲说，我的眼底里面哈已经干了，哦，没有湿湿的，因为湿湿就是有出血的现象，已经干了。表示那个情况是很好嘛，所以我的眼睛也不再模糊了，眼睛看得很清楚。然后他整个身体的状况也比以前好很多，好很多，直到现在。好，所以这个是我在这边门诊我看到一个让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个案例，就是说饮食改变真的改变了整个，除了我眼科的状况获得很大的改善，他整个身体的状况也都得到很好的控制，包括血压、血糖等等的。这是一个我想可以说明，就是饮食真的对我们的身体各个器官真的是有很多的影响。对，所以我感觉到吃素的话是我们对地球献出小小的心意，但是对自己却是大大的贡献。 Many people wish to have good eyesight. Why not start today?And let the nutritious organic plant-based diet help you to easily attain eye health and avoid unnecessary eye issues. We sincerely thank you, Dr. Liou Teng-Chieh, for sharing your years of clinical experience with our viewers and being a model vegan. May your noble work continue to bring the gift of clear vision to
to the people of Formosa or Taiwan. 吃素环保来救地球。吃素环保来救地球。For more information on Dr. Liou Teng-Chieh, please visit www.pulivh.gov.tw. Energetic viewers, thank you for watching today's Healthy Living. May our planet have an infinitely bright future. For more details, please visit www.suprememastertv.com/HL.